大家好，我是 Dan， 我来自新山，我们是从事这个运输行业的。那么在我还没有上算老师的这个 SIS 之前呢，我们登广告请人呢非常的难，每次登的广告都没有人来应征。那么如果来的人呢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每次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。那么在上了算老师 SIS 的这个课程之后呢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广告，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要的工人，来的呢也是我们所要求的这个工人。那么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面呢，我们真的员工增加了10多位，我要感谢算老师的教导。